我是苏维庆，马来西亚高塔竞速协会的主席，也是世界第二，排名世界第二的高塔，这个我们叫做 Tower Runner。我会在1月12号星期二当天，时间还不肯定，会在这个 Techno Gym Showroom， Bangsa 这里，我会做三个马来西亚纪录。用这个机器来跑来做这个记录的其他一个原因，就是要推广这个登楼的运动，要让更多马来西亚公民去使用楼梯。如果你看到这个捷运，我们的 LRT MRT 的那个楼梯根本没有什么人用，所以我要推过这个透过这个记录，我要宣传这个运动给大家，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跑楼梯或者登楼或者垂直马拉松是一项运动来的。